同学们，今天的考试内容是种族建设，你们必须每人构思出一个对僵尸种族未来发展有益的设想或者是建议。老师，我知道了。报纸僵尸，说出你的想法吧。根据这几集的学习与上千集的实践观察，我觉得颜值就是正义。如果能开放整容系统，把每个僵尸都整得既可爱又帅气，那么人类一定会喜欢我们僵尸，从而把植物变成反派。很不错的想法嘛。飞起头僵尸呢，有什么想法吗？俺也一样。你说啥？我的想法和报纸僵尸一样。好吧。其他人呢，还有别的想法吗？我的想法和报纸僵尸一样。俺也一样。不行不行，你们这是抄袭，是犯规的。我们是认真的，不信你看。我也提议开放整容系统。期中考试下，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哦。